在补了80斤鱼肠，放了一些宝贝。你们要做的只是去竞技场中央打开箱子，然后拿到里面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教师主也不靠大学习，要创造部落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。我们要不会看定制，让自由找来到永远，不要忘记毁灭就一定要实现，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。